起床了你。这个还不错，嗯，怎么要带走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哎，我受不了了，你得说这个真好，啊，这个贼好，这个极品，这好，这极品，不错。好烟的意念小游戏，来一盘，知道知道，知道，回头了，看到吗？你的意志力不够强，就是这个。好二三走，七七七六八三，他这个辛苦你了，没事。今天亮哥的钱要直接转给我，这水挺咸的，水里面啊有点咸，不冷。
冷不冷？明天才知道。就水太浑了，半年多没洗澡。接这个戏就为了来这场戏洗澡。人在我。人在那个水箱，你的画面就是要不要这个再靠近，再往多一点，再这样低一点，对吧？对，你手机能调亮点吗？我。乐嫣她跟我本人的性格反差太大了，我比较爱哭，我从来没有拍过这么多哭戏，就是从早哭到晚。她发泄情绪的一个状态就是我难过我想落泪，我开心我想落泪，要带她回城，我想让她每一次都不一样，丰富一些，带着观众进入到这个情节来的。开心是我的一个必须要做一件事情，太甜了吧，也太可爱了吧。他会教我他那个年龄段他们喜欢什么的一个东西。对乐言的理解就是没有一点坏心眼，极其善良。经过这一次落难，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过得这么的舒适，所以他才觉得说我要当好这个永安公主。既然是天下人在供养着我们，那我们理应就要承担他们的人生。长歌一直都在保护他，所以他对乐言来讲是一个标杆。我要坚强，我要向他学习。我其实一直是把舒玉哥哥当成哥哥，被舒玉拒绝了给乐言上台，那一刻是觉得我被所有人抛弃了，也并没有那么有所谓。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感情线，好多救了他，然后各种事情他开始信任这个人，就对于女孩子来说像一个英雄。的一些处理就是乐嫣她在说自己想法的时候，她的眼神是坚定的，我能看到她的眼神，因为眼睛骗不了人，可能她一些状态和一些表情的控制我觉得很厉害。演员最重要的就是要投入，拿最好的状态给大家。我想让观众看到的肯定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演员，可能我可以把他演出来，也是想让大家认可这个角色，喜欢这个角色。